6个月到36个月，因为他不能平躺二胎神器，是给大宝做的，因为小宝就要做推车了嘛，所以他没推车多，他只好做个二胎。二胎神器总共有两个颜色，黑色跟深灰色。二胎神器收到之后就是长这样子，好，现在把它开起来给你看，好，开起来这样子之后，好，然后它足以垫了，就这样子，扣的非常简单，它都是一些子母扣而已，哦，就这样子，然后下面有子母扣，扣上去就可以了嘛。它是5.4安全扣，看到吗？5.4安全扣，然后质感非常的好，是那种菱形的小象风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就是 T 把，你如果只插一只 T 把也可以，它可以换。好，那现在换给你看，就这样子打开，然后呢，这根长的接上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再插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后面跟刚刚一样 ，T 把就是扣起来而已。这个就是一般大宝要做的样子，这里直接往上扣就可以了，你扣这边好，有看到吗？下面有个按钮。好，往上靠，它就已经进去了。好，这个横杆就连你前面的推车。好，你有看得到吗？这里连好了。好，那我走，这样看到吗？因为很多双胞胎推车哈，它是控制大宝、小宝必须同步一起行动而已，它就直接这样就走了。好，按好，然后呢就拆下来。这个呢只是靠一个魔鬼粘连接，这样拆下来。挂的话还是可以挂，但是会不建议挂太重啊。在抬头要时候，这个要先拔起来，一样在这里。好，这里先拔起来。好，然后往前，这个往内折，然后往前，然后垫子来往前。还有后面有扣子，来，后面这边有扣子，好，把它打开，这个把它打开就好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就打开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呢就可以往前折了，看到吗？然后来把手收起来。把手往下收，再收好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两段锁，第一段是一个按钮，先按。然后第二段是左右两边抬起来，看到吗？好，往上抬。好，然后推车就往后拉了，好，往后拉，往下去了，就这样。这里如果你要开的时候，你是要打开哦，这样子推车才拉得起来，这个扣住好，那你就直接拿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你看它直接拿这里就可以了，很棒。好，来机车脚踏座一样可以放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好，因为二胎不需要挂钩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好，然后再把这个拉起来就可以了。前面，好，然后那个杆子插下去，好，插下去，就这样。然后背面要扣起来。好，背面，这就是豪华座椅啦。小宝宝就是，如果是一岁左右、两岁的，我觉得很适。咦，他是50公斤哦，好，很好推。静怡扑医生，他怎么说我把他讲出来了？静怡他故意不看，他超可爱。好，你看，就这样很顺在推。好，所以二胎神器可以上飞机吗？二胎神器也可以。好，好，所以如果他已经比较大的话，通常他这样会比较好上下车。